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某电子看板持续不断的轮流播放哦 ，A、B 两段广告哦 ，A、B、A、B、A、B 这样播放，每个广告播放时间哦都是 T， 哦这个都是 T 啊。好，然后其中我就 T 分钟哦，其中 T 为整数啊。某甲经过时候刚好在播放 A。哦，经过的时候，它刚好在播放 A， 可能在这里播放，可能在这里哈，时间可能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经过30分钟以后，某甲回到该处，看到恰好刚好在播放 B， 好，刚好在播放 B， 好，这一段是 B 啊。我假设呢，刚好在这里播放，然后 A 的话呢，就可能是在这里嘛。哦，这是可能啦。然后他经过多少？经过30分钟了。好，那么现在那某甲，那是选出哈、哦、T 可能的值啊。那 T 可能的值的话，我们先来看哈、哦，这个的话呢，会有几个 T 呢？会有奇数的 T 啊。哦，从什么呢？从 A 一开始嘛，到 B 一开始，总共有多少？总共有这样的话呢，是两个 T 嘛。啊，这样两个 T 嘛，所以呢，它是那个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可能有 N 个嘛，哦，就是二 N 的哈，就是它30秒的话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 N 加一啊，哦，一个、两个嘛，啊加半个嘛，啊可能三个，哦就一二三这样子，可能三个、四个、五个都有可能嘛，就是奇数个什么呢？奇数个 T 啊。哦，奇数的 T， 好，那奇数的 T 的话，那 T 是整数嘛，哦，所以2 n 加一，二分之30嘛，那这个一定能够整除啊，那整除的话，有可能是一乘以这个30嘛，也有可能3乘以30，啊，也有可能什么，也有可能是5嘛，五六30嘛，5乘以30，这样就没有了啦，哎，五六30。所以这个 T 的话呢，有可能什么呢？哦，如果呢，这个如果 N 如果是0的话，那就是30嘛。这 T 它有可能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奇数就约掉，有可能是30嘛。这写错了，这3乘以10啊，或者什么呢？或者是10啊，哦，这30、10嘛，或者是6、10或6，有三种情况了。哦，可能的情况。所以它 T 值可能为何哈？那要选什么呢？选2。哦，二这个答案的话是10嘛。啊，还要选多少呢？选4。哦，4这个答案是6。哦，这个没有30了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2跟4。哦，这一题答案应该选2跟4。